才吃了午饭啊，然后李红呢，身体状况已经变好了，就是没有不舒服了，就那一点点了。我们想了一下，还是下午出去玩一玩吧，因为今天的天气确实非常的好。你看后面的雪山，那后面是那个亚拉雪山。我们今天下午呢就去近点的地方，我们就准备去那个亚拉雪山的观景台去看一看。我导航了下，只有10多公里，很近的。然后我们去近距离看一下那个亚拉雪山哈。今天唯一的缺点哈，我感觉就是风稍微有一点点的大，所以今天都穿的冲锋衣，防风效果比较好。像我们开着前车单独出去哈，这个房车停在这里也是没任何问题的。我们现在又多了一个防盗措施，就是这个移车器，直接给它夹紧了的。我们现在只有去这个亚拉雪山观景台。对，也没走过这边，我们去看一看。对，很近的。出发，走。全程20公里，大约需要53分钟。其实就近在咫尺，就是那儿没看。对，就在前面。就这座雪山。嗯，但实际上的距离还是有一些的，也不知道今天是不是能到那边啊？我没去过，只能看一看的。嗯，那边去的路况稍微有点差，但是我开单车的话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哈。嗯，现在要向右边拐进这个岔路这边了。这还是什么木雅大寺？哇，这上面也还是蛮好的，正好要登记一下。现在就顺着这边这个小路一直往里面走，现在都还是铺装过的路面，好像后面就是土路了，是吧？对。嗯，因为可能这一节到那个木雅大寺的这个路是好的，我觉得。嗯，上山的后面的路应该就是烂了。对。嗯。我觉得冬天来这个地方真的好玩哈。风景也好看，你看旁边那种白茫茫的，对，两边都是雪。这边没晒到太阳的地方都还有雪呢，有一地方是冰啊。嗯，现在是开慢一点，雪地模式，运动模式容易打滑。对，现在就用了雪地模式嘛，但是这边确实不适合拉房车过来。现在我们就要穿过这个藏族的村子，还有挺多寺庙的，好像就要一直往上面走。把这边完全穿完啊，修得好好啊。嗯，这边还蛮有气氛的。右转，随后一直好大的转经筒。对。哇，你看这修得好漂亮。往这上面走是吗？对。我们要上山。向左前方行驶。哎，这到哪里开？还是上面？走上面。我们现在就上到这个土路上了，但其实这导航有点不是很准确，只能根据大致的方向，对，跟它据它这个碾出来的这种碾的这种车辙印。对，这个一定要在天黑之前出来啊，嗯，不然一会儿找不到路了。
这种土也是比较湿的了。不过往那边是下坡，待会儿是不是上坡还有点考验啊？没事，我们这个电市区哈，走这种冰雪稳得很。哇，好多雪啊！哎，为什么这边突然就这么多啊？刚刚那边一点都没有。我说今天我想也想玩下雪的，但是一点雪都没有。慢一点啊。对，这种下坡的话就用坡道缓降，不要手去踩刹车，这样子的话就容易滑，让这个电脑自动帮你刹车。我们现在已经到这边了，然后这个现在我旁边全是这个冰，好像走这个坡上去一点就可以了。嗯，慢点啊，还有人在往上面走。对，我们请到那个空爸爸里面去。嗯，慢一点，这里好多冰啊。这边我觉得我不一定上得去，慢点啊，看看停在哪，就停这儿吧，就停这儿。我现在已经停好车了，前面就没有路了。这边海拔4591米啊，我现在给车子发会儿电，因为等会儿返回有些上坡还需要用点电。哇塞，太漂亮了，这里天气现在全是冰。我们的车子没什么问题，防滑链都不需要绑。就是走这里给走上去，然后那边就可以看见那个亚拉雪山了。这个坡哈稍微有一点点陡，但我估计问题不是特别的大。好，我们就出发吧。你看你要好帅，把墨镜戴上的哈。你好，来，可能你的视觉能力到了哈。看，你看上面好多人啊。我有点不行。没事，我们慢慢走吧。你要走，走。啊，你要！你要走这边来，瓜皮，过边来。他喜欢往深的里面踩。你要，哎，银子，你要拖着你点吧。走嘛，你要。走起来。我们今天穿的雪地靴不是很打滑，还好吧？我觉得，是吧？还行哈。走，加油。你要好开心啊！你要走。慢点儿，你看他给他戴上眼镜，然后他直接给扒到上面去了。他觉得这样子戴着要帅一点，是吧？是吧？是不是？这坡啊，稍微有点陡，你能行吗？如果你实在不行，直接等我算了。有点不行，他说放到下面风很大。我们大概走了一半，霓虹确实有点不太敢上了。其实上还好，主要是不敢下啊。没有，就是刚刚那种。他们的脚印比较大，然后这上面就没有脚印呢，我有点怕了，腿都发软了。那我觉得你还是上去算了。哎呦，不要碰到我！我怕。我自己上去。让开！我自己上去，你要先。不要挨着我。你去车上给车子发会儿电，然后等会儿来接我们。你们先，我慢慢下。你慢慢下吧，慢慢下。我现在都有点不敢下，我慢慢来吧。你慢慢说下去嘛，或者。我感觉就是上到那上面，我就完了。好，两个狗，走，走。注意安全啊！慢点。起步，走。慢一点。我倒是不怕。霓虹主要是怕摔着，接着我来说，我摔，你看霓虹，多深，你这边来嘛，你非要往深的那边去，好，你慢点下哈，我不敢动了，慢慢下嘛，慢慢下，你转过去，坐在地上，一点一点缩下去，走，冲啊，你们是最棒的，走。你要这个市区厉害得很，我走这种地方倒是一点都不怕。呜，其实这个坡哈也没有太高，大概就不到100米吧。走，加油，就是有点喘。哇，这雪山就在面前啊！我的天哪！离得好近啊，对不对？风有点大，带着两只狗狗成功登顶，看到的这个亚拉雪山哈，就在面前，感觉比上次看那个贡嘎雪山还离得近。哇，霓虹都还没有下去，哎呀，我好喘啊！其实我就是累，其实还好。这边上面的风太大了，我给他们拴在我的这个腰上面的，给他们欣赏一下。哎呀，
太漂亮了，你要冷不冷？这边不敢给它放开，就是这边比较陡，等一下跑下去了。等会儿我下去的时候，我给它放开。这边顶上的风确实太大了。那我戴上帽子哈，都还好。我觉得他们没吹到，还蛮舒服的。好，我准备下去了。这上面风确实是太大了哈，但是我觉得今天来这里哈，真是非常值得的。虽然说路况稍微有点差哈，这边风也很大，但是看到了这么壮观的亚拉雪山，还是很值得的。好，我们下山吧，走，下山了，下山了，走。我准备给他们放开。走，下去了。刚刚下去又跑上来接我，不用接我，走走走走走走走去下去，走了，不用等我，你们先走吧，先走。往那去看，那个穿黄衣服的是谁？哇哦，他们跑得好快啊！哇，他们体力好好，一直往上往下的。跑下去了，你要再叫他，他一下就下去了。你看你要在干嘛？真是个逗逼，他是等在这里的，他坐在这个坡上呢。你要走？哇，他其实就是不知道哪里雪山，然后就会直接冲进去。你呀，哇！了，奥利和利奥又来接我了，我还能不用来的，不用来了，不用来。看我一直没下来，他又来接我。我下的比较慢，没办法像他那样子跑下去。哎，奥利，你真乖，你又上来了。这感觉对他们来说是平地一样。走吧，走走走走。彻底玩嗨了，你们不累吗？他们相当于上下了几趟啊，还跑得那么快。那说下来还挺好玩的，有时候。哎，他们两个真的，我感觉比我还好玩。哎呀，没有。我们下山之前，先带让连龙哥哥在这雪里面好好玩一下。这边真是好玩，雪堆的非常的厚，连力要踩进去，那个脚都看不见了。没有，我觉得你这样子也挺帅的哟，嗯，有点酷酷的啊，很酷哈，这个帽子一戴上，你还看得清楚路吗？对啊，看得见吗？哎，太开心了，我这，妹妹扯，奥利在干嘛？奥利在扯他帽子，哎呀，完全乱了，哦，好，我们现在准备走了，这边夕阳也看到了哈，今天完美收官。走喽，走喽，奥利，我们明天又来玩哈，明天又去找个地方玩。这边电影发的差不多了，上去，上，好，李奥也走了，还不想走啊？上去了，玩够了，玩够了，天黑了，上，还不想走啊？乖乖的，哎呀，今天太棒了哈，走。对，霓虹没有爬上上面去，但是上面风确实太大了，我估计你是有点受不了的。但我下来真的太难了，啊，我刚刚就是你都到了顶了，我都还下了好一会儿。对，幸好你没有上去。嗯，没事，这陪着狗狗玩也可以嘛哈。好，我们就返回了哈。你看那边夕阳好漂亮，太美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迎着这个夕阳下山了。
慢一点啊，这边冰雪路挺严重的。对，下坡就不能反降呗、嗯。一定要非常慢。我们就用了雪地模式，然后刚刚放了会儿电。对，速度一定要特别慢啊，嗯、不能快。现在看到这个夕阳真的好漂亮啊！